唔怕新旧人有比较，陈庭欣话尽量做好自己。无线节目《动将西望》即将进行改革，除了会有朱海婷、宋希濂、林影辉等旧主持之外，更加会加入新的主持，包括有陈贝儿、郭嘉文同埋陈庭欣等等。而日前众人就在将军澳举行记招，咁贝儿啊，系加入咗《东张西望》之后，担唔担心会有新旧党派之争啊？其实、大家都是朋友嚟嘅，因为喺以前之前唔同嘅节目都有合作过啦。咁反而真系好期待大家喺呢一个平台，即系呢个节目嘅平台嗰度，点样再困啲新嘢出嚟？系嗯。反而可能而家加入咗一啲真係全新嘅同事，可能好似即係我而家暫時嚟講，我嘅拍檔咧就會係阿 Eric， 咁所以我諗都要有好多嘅新火花會出嚟同阿 Eric。擦出新火花固自然係好啦，但係擔唔擔心觀眾會攞新舊人嚟做比較呢？我都盡量做好自己咯，因為我哋自己都有試過坐過嗰個廠，因為始終新嘅位置，可能啲 camera 嗰啲機位都唔同，咁點都自己試一試，對自己係一個信心先。係咯，都係自己做多啲功課啦，睇多啲報紙啦，留意多啲時事啦。咁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真係有唔同嘅風格嘅。